Hallelujah. Jesus. You ready for church? I'm ready to be touched by the Lord this morning, to be spoken to. We're here to worship Him this morning. Get ready. Get your hands, get your hearts. Get ready to sing unto the Lord. Okay. Sing from your heart as we worship you, Lord. We worship you. Yes, you're the one.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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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Thank you.
because of Christ. All because of the cross. Oh, so no matter what's going on, church, we know we've got someone to walk beside us. Amen. To walk inside. Let's sing. You were not alone when you were lonely, when you feel afraid. You're not the only, we're all the same. In need of mercy to be forgiven and be free. It's all you've got to lean on, but thank God that's all we need. And all the people say amen. Amen. 耶稣的名，耶稣的名，他是超越一切疾病的，一切贫穷的，一切问题，一切的缺乏，超越一切拿走我们平安的东西。以耶稣的名义，我们这样祷告，以耶稣的名义，我们来传讲，以耶稣的名义，我们来教导，以耶稣的名义，我们来互相的问候彼此。以耶稣的名义，我们来互相交通，彼此的交通。在世界的这端到那端，我们不需要，也许都不需要面对面，我们可以交通，可以来交流，因为我们有一件事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位同样的救主，主和救主，他爱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主，我们今天在这里，因为是你，我们有一个未来，因为你，我们有一个永恒，因为你。我们感谢你，如此的感谢你，你已经为我们打开了道路。但在我们最后一口气呼完之前，我们会永远的和你在天家，在天堂，和天使和所有的圣人，所有的新的老的圣人，我们会被你祝福永远，因为你。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给你所有的尊荣，为所有的荣耀，我们说阿们。我们觉得你应该唱这首歌啊，可以对你旁边的人跟他们打个招呼，跟他们啊问候一下，然后我们就继续我们的这个聚会。
阿们。教会，请你们入座，来赞美神，哈利路亚。我们入座，找到自己的座位。所有的子民都说，神的圣名都说，阿们，荣耀归给主，因为他是好的。所有的人都说，阿们。今天早上我们是活着的，欢迎你们来到十字路教会来聚会。谁愿意在这里？今天神的家中是充满了人的，充满了神的赞美，对神的赞美啊，对我们的王，对我们的主，我们应该要这样，作为教会的家人，一起来赞美他，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对他喊叫哈利路亚。他是来供应给我们的那一位，你和我同意吗？多么伟大的一位神，我们爱这位神，他如此如此的爱我们，我们如此的高兴，非常好，有你们在这里。这个礼拜真的是不错，你的很繁忙，我们活在一个节奏很快的世界当中，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有时候真的是赶不上，来不及。但是我相信，放下一些时间，在这个礼拜中，我们和神在一起。你想要这样吗？在这个一天当中花一个特别的时间和神在一起，和天堂连接，去抓住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每一天都做得很好，但是我知道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神的同在，神的他的投资，有他的智慧，有他的一切来去处理面对抵挡我们的事情，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所以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的中心，我们需要来珍惜这样的时刻，赞美神。我们有一些通告要做，然后有几个生日要来庆祝一下，你们在吗？生日的主人就是 Josh Knight。也许他站起来，他可能会打到这个屋顶，因为他的个子很高很高，非常高。没关系，你们都要对别人好一点。不要乱讲话。这是教师的，他多大了呢？他是36岁。教师他的生日是在星期三，过去的星期三。希望你还有更多更好的日子来等候着你。有一个免费的卡布奇诺，每个人都可以吃免费的，喝免费的卡布奇诺。我们感觉到这个特别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感谢神。另外一个生日是 Deborah Ventus， 她今天不在我们当中，她在坎培拉，在坎培拉。Hi Deborah， 你好吗？如果我把她名字叫错了，她就是会很不高兴。她不喜欢我喊她 Debbie， 我不喊她 Debbie， 所以。希望你今天是昨天是他的生日，希望他生日快乐。从十字路教会，祝你生日快乐。我在看这个镜头，希望你今天生日快乐，过一个有一个好的一个生日，好的主日。也许在这个圣诞节，在复活节他就会回来。我们有错过任何人吗？有错过任何人吗 ？Ben。拜你的生日是吗？拜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是星期四。24岁了。也是祝你生日快乐，希望孩子们让你觉得很快乐。这只是另外一天吗？爸爸生日快乐，然后就之后就要去玩了，就不理你了，是不是这样？你有两个，整个家庭中有两个这个免费咖啡，这是一个笑话。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日程的安排。昨天呢，我们有这个新年，不是我啦，是教会有青年会的活动，有人在参加吗？有人在这里参加了吗？凯比，你能不能来告诉我们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青年会的活动当中？昨天晚上，当你们一起聚集的时候。
Wayne， 我们的昨天晚上的活动非常的好，六点半开始，大家都来参加，有好几个人，我们就是有踢足球啊，有打篮球，有一些活动，有一些运动。这个礼拜每个人都就是玩得很开心。Josh 他的这个得分很高，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玩得很开心，有一些游戏，然后我们来到这里来唱了一些歌曲，敬拜赞美 Ricky， 给我们一些这个Todd 牧师的一些这个视频，就是讲我们信心的一个锚，信心的锚在神的身上，讲到说什么叫就是儿童游泳池的这种基督徒，你只是在儿童游泳池中去非常浅的水中去游泳，他说如果你在这样的游泳池中，那你就没有需要去有一个抛一个，就是有一个锚，像大船一样的那个锚，你的锚需要是一个在水深的地方的。如果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你有完全的掌控对你的境遇，对你的生活，对神的关系，那你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你真的没有把信心交托给神没有真正的在求问神如何去过我们的日子，未来怎样完全交托给他没有。但是我们的锚要是如果有锚的话，是因为船在水深的地方感谢神，非常好，非常好的分享，赞美神，谢谢 Cappy 的分享，对老的和年轻的都非常的有用。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都在水浅的地方来扑腾，而不是真正在游泳。是的，赞美神。这个青年会的活动也进行的不错。星期三晚上呢，我们会有星期中的聚会，7点钟，非常好。我们看见很多人来聚会，在神的话语中被喂养，被提醒星期天的内容。你知道，从星期天到另外一个星期天是在灵里面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哦。有的时候我们星期一星期二会在一起，然后你就忘记星期天讲了什么，是不是有讲到呢？有讲到有信息吗？所以我们需要被提醒啊，甚至是当我们讲到的人，我们自己都会忘记，我们自己要听见我们讲了什么，是神通我们讲了什么。所以非常好，是星期三晚上来就是提醒自己，更新你的思想。星期三晚上的7点钟在网上的现场聚会。现在还有什么通告？我们提到过后面有这个聚会之后有茶和咖啡的供应，免费的茶和咖啡的供应，请你们到后面去可以享受你的咖啡，享受彼此的这些交通和聊天和神在你身上的见证。我们讲到说在这个礼拜中，当你有一个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讲说阿们，然后就很快就离开了感觉就是非常的冷淡，好像没有跟教会的人有任何的连结。你来到了教会当中，房子当中，但是在这个聚会结束之后，彼此的交通，彼此的联络也是非常的必要的就是圣徒们互相的交通非常的有价值，在神的里面也是被神看重的。所以就是欢迎你们，鼓励你们大家到后面去喝咖啡，彼此的聊天交通和我们的牧师跟我们其他的圣徒来一起聊一聊。现在是交取十一奉献的时候到了，然后请把奉献袋分发到教会当中。然后再一次，这是一个机会，当我们来这里来遵循神，来去尊荣神。再一次我们需要就是提醒自己，有几个方式你可以用十一奉献来去尊荣神。你可以用 Tithely 这个 APP 来去交取，你也可以去用给教会转账的方式，很快你也可以就是把钱财用这个现金的方式交取到奉献袋当中，来尊荣神，来想一想神来为你供应的在这个礼拜。阿们。我们可以讲到就是我们所
啊，呼吸的空气，甚至是我们可以感谢神为所有的事情。也许这个礼拜当中，我们需要他的智慧，我们需要他的智慧，这是神的供应，这是神的供应来到你面前。也许有一个机会，他来供应你的需要，你会有一个财政上的需要，他来指导你，来把你带出来。所以，当我们给神尊荣神的时候，当我用这些这些钱财，圣灵，你请你留在这儿，你可以来去为这些奉献来祷告吗？我知道你会上来啊，圣灵姐妹，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我们要来尊荣神，赞美神。圣灵，请你来为我们的奉献祷告。我要赞美神，为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一点点我们给他，我希望他可以把更多的人带到他的国度。因为对他来说呢，我们给的并不算什么，但是我们赞美他，感谢他。谢谢舍利，谢谢舍利的分享，感谢神。这是神喜欢的，从心底发出的祷告，从你心底发出的祷告。舍利，谢谢你，非常好，非常美妙的祷告。就是我们给的一点点呢，虽然不算什么，但是神会让他加添，神会加添，他可以成倍成倍的让这个一点点变成成倍的多。现在我们来唱一首歌，请大家站起来好吗？在这首歌里面的歌词，这是我的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叫做说再次的做，再次的做，很惊讶，再次做。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信息在里面，关于神的信实。在第一段他说，走来走去，在这些城墙周围走来走去，到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喊叫，我们可以让这个城墙去倒下倒塌。继续说，我以为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城墙已经倒了，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就是需要继续的去做神指导我们所做的。在一个非常激烈的征战当中，你们怎么样？不要停下来，不要停下来，而是继续的征战，继续征战下去。所以我们要继续征战，因为他继续说，无论这个城墙倒还是不倒，你不会失败，神不会让我们失败，神不会让我们失望，只要我们站下去，站立下去，走来走去，再带着信心。在这些事情上面去坚守神给我们的阵地，神给我们的应许，它使得我们可以站立得稳。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中，不管是我们身体中有疾病也好，是我们的财政上有问题也好，我们有这个关系上的问题也好，神都会来去恢复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来唱 Lord, you never fail.Walls. I thought by now they'd fall, but you have never failed me yet. Waiting for change to come, knowing the battle's won.For you have never failed me yet. Your promise still stands. Great is your faithfulness. Your faithfulness. You're still in your hands. This is my confidence. You've never failed me.
赞美他，赞美他，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来赞美他，感谢他，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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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耶稣，耶稣。让这成为耶稣的名，
他的公义，他的公义会永远的像雨一样。公义会在你的身上永远的降下来。作为神的儿子女儿，耶稣基督的公义在你的身上直到永远，日日夜夜，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做的一切已经为你付上了代价，他已经解救了我们从所有的邪恶当中，把我们转入进他光明爱子的国度。他的国度是父神说这是他的爱子的国度，这是神的话语中说的，这是三位一体的神自己说的。我们的神，我们爱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桌前，再次就是圣餐的桌前，去分享你的爱，你把它带到世界中，它不会停止，当我们呼吸最后一口气，直到进入永恒。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此感谢你，感谢神，阿们。请大家坐下，我们来分发象征物。谢谢 Craig， 他从来不会让我们失败。在这个时刻，在这个圣餐的时刻，就是我们来记得他的得胜。有太多的，在这个圣餐当中有太多的方面，太多的层面，我们是可以把它变成私人化的，因为每个星期我们都这样做，但是它不是只是成为一个习惯，仅仅是个习惯而已，只是一个时间我们要做这件事而已，而是我们要来聚焦在耶稣的身上，听圣灵的声音，在这个时刻听他跟我们说什么。我们唱这首歌，我们刚刚唱这首歌非常美妙的旋律。在这之前呢，我们这里面有一段，就是来到回到圣餐的时候，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来说，当你分发象征物的时候，这个杯它象征了耶稣为我们流的宝血。当我们讲到回到圣餐的桌前，我们回到一个纪念的时刻，回到一个忏悔的时刻，这是我们的救恩开始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来忏悔自己的罪，我们继续这样做。这个礼拜现在不是只是为了只是为了这个救恩的缘故，而是为着我们可以和他一起，当我们进入这个纪念的时刻，我们纪念他所付上的代价。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一个罪犯，在神的眼中。你记得吗？也许你不是自己这样想的，但是你也许会说有20个人比我更糟，但是在神的眼中，他知道我们的罪，他看见我们的罪，我们所有的罪孽。当这首歌的歌词这样说，神来他来说服我们，我们回到圣餐的面前，圣餐的桌前，在这个圣餐的时刻，就是说讲到说，在经文中有几个场合，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这是也许是最关于圣餐的最详细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的六章九到二十节，哥林多前书六章，你知道吗？你们岂不知？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当你忏悔你的罪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你们里面住着上帝所赐的圣灵，你们不再属于自己，因为你们是上帝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要用自己的身体来使他得荣耀。你要记得，你在这个地方是因为他的恩典，是因为他对你的大爱，这是你要记得。通过这个你要喝的杯和这个饼干，你记得他为我们付了怎样的代价。你记得我们邀请他进入我们生命中，我们中间的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崇敬的时刻，他怎么来到我们生命中。我们也盼望，因为这个饼干它代表了我们得到平安，得到平安。他为着
这个以赛亚中，以赛亚书中也说他来担当我们的罪孽，他担当我们的刑罚，我们所要受的刑罚都在他的身上，都在他的身上。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里面说的，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但是他为我们付了代价，生命。你为我的罪付了代价。这是一个私人的时刻，这是我们要记得的时刻，这是我们可以来去这样去尊崇他的时刻。所以拿着这个象征物，请你们站起来。在你吃和喝之前呢，和我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个伟大的纪念的时刻，我们记得通过忏悔你把我们带进救恩当中。感谢神，感谢神，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你给我们很多的应许，我们是你的儿女，你是我们永恒的父。通过这样的一个领养的程序呢，我们变成你的儿子女儿。你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天赋，你来到我们的这个充满了问题的思想当中，来到我们充满问题的境遇当中，你来去影响我们每一天，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在你的应许当中，我们记得这个杯和饼，你为我们所担当的刑罚，你为我们所除去的罪孽，你为我们所付的代价，给我们平安，使得我们可以变成合一的完整的。主啊，我们的身心灵我们都给你荣耀，以耶稣的名义祷告，阿们。我们来吃和喝纪念神为我们所做的，把我们的尊荣来归给主，回到圣餐的面前，圣餐的桌前，回到开始的我们救恩开始的地方。感谢主，赞美神，哈利路亚。感谢，谢谢牧师上来。我们来感谢他，我们来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我的主，我的救主，我所信靠的那一位。感谢主。是的，是的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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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d。哈利路亚。对着神的羔羊，他带走我们的罪孽，和我们一起，他没有忘记我们，离弃我们，而是差遣圣灵跟我们的心做见证，他的声音给我们力量。主啊，你不是只是死在十字架上，你也从死里复活，你坐在父神的右边，带着权柄，带着能力，你是被祝福的，受祝福的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成员，三位一体中的成员。你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都是这样，我们需要什么你给我什么。你是超越我们的丰富的，你是超越我们所足够的。主啊，是的，你使得这一切都可以发生，我们所有的尊荣，所有的赞美，所有的感谢都献给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耶稣，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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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神，感谢神，我们给他尊荣，不是吗？我们真的给他尊荣，给他赞美。请大家坐下，请大家可以坐下。谢谢 Jess， 谢谢 Jess 的弹奏。阿们阿们，哈利路亚。今天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给你们听一下，从一个将军。我一般来说不会这样做，不会给你放视频，也许十五到二十分钟。有一个将军，就是神的将军了，他给我们传讲讲道，也许他现在在天堂了，但是他的话语今天还在回响在我们的耳边，今天他的恩膏还在对我们的心做见证，甚至在今天，在这个主日的星期天。在我做这个之前呢，我今天讲这个讲到之前，我要带一些历史的背景，当然主日学
现在主日学的孩子们可以去上课了，主日学的孩子们可以离开了。啊，神照顾你们，打开你们的心，打开你们的耳朵。啊，也是希望神跟你们做见证，祷告神为跟你们做见证。阿门。我想用一些旧的历史、新的历史。那我说新的、旧的。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呢，就是请你打到屏幕上好吗？有吗？我来读一些旧的历史。在圣灵里的季节，这是关于基督徒的旅程，不是吗？我们会有不同的季节。我记得当我刚刚得救的时候，我想我就是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中，我就是有点就是像玩耍吧，去不同的聚会六个月，我做这个做那个。你讲的这个小孩子游泳池非常浅啊，我还在一些就是很浅的事情里面抛下我的锚啊，我真的是有很多东西我也不懂，我也不明白这个啊，是的，牧师跟我讲这个吧。然后你就抓住一些你旁边的你所熟悉的东西，你知道一些你可以触摸的东西，你可以看到自然的看得到的用自然的感官可以感觉到的东西，你觉得安全的东西，然后你一点点的去进入更深的地方，更未知的地方。我这样做，你也是这样做过，然后一点一点的神开始把我们带到灵界的海洋当中去，在那里你什么都没有，你没有可以所谓安全感的东西可以抓住，然后神就教我什么叫信心，什么是信靠，我就开始信靠神，在他在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话语，然后你开始，他不是说一点一点的不是说好像很快就进入这个状态，但是好多年吧。当然有的人是比另外一些人更加的难以去驯化，难以去接受。看我在看 Bob， 我就在看 Barbara， 是的，我们是比较难以驯化的那一类的人，我们都是难以驯化，但是神会超越我们的难以驯化，超越我们的困难。不然我一会儿就要讲别的主题了，我要停下来。所以这是关于我们的历史，然后我们到一个其他的方面。这个使徒那天他给我跟我讲话， Christopher 在网上放了这个文章，我看了很多次。有时候我们需要被更新，也许事情不是都是容易的，在我们和神的同行当中，在我们的季节当中。就是圣灵里面的一些季节，带着这样的想法。马太福音，这个埃塞俄比亚马可，这个就是不同的使徒是怎么死的。感谢神，感谢神为了澳大利亚的政府啊。路加在希腊，他因为这个对世上的人传福音，他被吊死，最后被绞死。使徒约翰，他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热油的一个充满了热油的这个地下室里面，一个大的容器里面被滚烫的油烧死。然后约翰他写了，使徒约翰他在拔摩岛上写了启示录，神给他再给他很多这个意象。
神给他很多异象启示。他是唯一正常的死的，彼得，他是倒钉十字架，他不觉得自己配得像耶稣那样被钉十字架，所以他就倒钉十字架。雅各，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被从在圣殿的这个顶上被掉下来摔死，被扔下来摔死。就是这个山顶上，就是撒旦去试探耶稣的同样的一个山顶，圣殿的顶上。我不会讲的太多，但是我要你理解这点。汤马斯是在印第安是在这个印度的地方被刀刺死。然后还有一个是被箭射死，就是很多的。他们所经历的，这是他们所经历的，但是当时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现在，就是还是一个，有时候还是一个一个试炼、试探，一个试验。Steve Hill。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就是磨难让他死掉呢？是因为癌症的折磨。他所有的癌症，他是 Brownsville Revival 教会的一个领袖牧师，在那边很多年。他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传道家、传道人，神给他很多的恩膏、祝福、恩赐。通过他的一年的施工呢，有很多很多的灵魂会被赢得，然后很多的这个医治，有很多的神奇奇事，但是他的身上却是癌症肆虐，结果他就死于癌症。但是他没有去，从来都没有，到直到死没有拒绝过神，没有去抗拒过神，离弃神，他留在神的旨意当中，神还在医治，还在拯救，还是在帮助。是的，因为他的不管他身上什么样的一个境遇，但是神让他还是有这样的信心，持守这样的信心去信靠主，是可以做到的。然后 Ray Batten， 我们教会的牧师，你们中间不认识 Ray 牧师，他是我的以前的副牧师，在2004年他回天家和主在一起。19年我们在一起事工，在一起服事，教导传讲神的话语为得病的人祷告，为医治祷告，就是在中心的服事神给我们的事工当中。然后癌症在他身上也肆虐，去夺去他的生命。我们也是很多的时候都为别人祷告医治但是他却有这个癌症。他在他的死亡的病床上呢，他还有几个星期而活，他还在跟旁边病床上的人去传福音做见证想要把他带回天家。他没有让他的这个大船回天家的大船是空的，他想要他坐满人。他还在给着别人这个希望的信息、医治的信息、让神和人和好的信息。这是他的季节。他的季节现在在天堂了，转换到天堂了。我们很快也会有一个跟他相聚的日子。然后布永康这些包括这些使徒，他们还有我们认识的这些人，世界上的这些人活着的、死去的，我们提到他们的名字，在生命的公路上、高速公路上布永康，直到他79岁那一年，他还在传讲神的话语，还是让人们得救、让人们得医治。他的身体却有疾病、有癌症，在最后为什么会这样？有几百万人，有很多没有得癌症的。我只是说这些人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他们服侍神，忠心的服侍他们非常非常的好，就是非常忠心。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季节，
在圣灵的里面，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季节，在圣灵里面带着启示，带着光照，带着神的大能，圣灵的大能。当我这样说，癌症呢也许来带走他们肉体的生命，但是不会去停止神在他身上的一切的恩典。我要来一会儿就来去放一个东西，顾永康不是从死里面说话，而是从活着的时候说话，给我们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基本的真理，关于我们可以在神里面所有的平安从耶稣基督那里获取。每一个人都会和神有一个季节，在神的圣灵里面有个季节。亲爱的，我们的弟兄顾永康，我让他来也许10到15分钟来跟你们讲话，对我们的心说话。你准备好了吗？预备好了被他来就是来去做见证，让他的话语对你的心做见证。Lo, I am with you always, even to the end of the age. Now, I used to preach when I was a young man that this was the greatest promise in the Bible. Until I woke up and I saw that this is no promise whatsoever. This is a statement of fact, and there is no condition attached. No condition attached. Jesus says, I am with you always.Always. This begin to sink into my spirit. I am with you always. And then I realized our prayers are often so wrong. They may be very sincere. I'm not touching on that. And I'm not criticizing anyone. I'm just saying oftentimes our prayers are wrong.Our prayer is wrong when we as children of God pray, Jesus, please come into our midst. Nobody in his right head will ask somebody to come who has never left you. And I suddenly began to realize, I don't need to pray like that anymore. Jesus, he's with me.I may not always feel him, but my feelings can lie. But Jesus never fails. And when he is with me, as he says, I never need to ask him to come. He is with me right here, right now. It is true. I sometimes don't feel him.Shall I tell you what I do then? You want to know? I appropriate his presence by faith. I say, Lord, here it is written, Lo, I am with you always.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Thank you for standing with me. Thank you for working through me.The wonderful works of God. This changed so much in my whole approach, even in evangelism. It was not this begging and pleading and pleading and begging, oh my God. No, I had a firm foundation. I have a firm foundation that Jesus is with us, is the only certainty we have. And many people are so uncertain of this
sure certainty. Say, Jesus is with me always. If that sinks in, 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Jesus is faithful. Jesus is faithful. Absolutely faithful. Let me put it this way. When young people marry, bride and bridegroom, they come to the church, they walk through the aisle, and there at the wedding altar, they make their vow. Many of you have done it. You know how it goes.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health. Now I see another picture. I see you and Jesus coming down that aisle, hand in hand. I see Jesus lift his hand, and that this is what he says.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health, I will never leave you. Jesus will never divorce you. He is faithful. First and foremost, he is faithful to himself because he cannot deny himself. He's always the same. Your maker is your husband. This is what Isaiah said, and it all fits so beautifully. Jesus is with us always. Amen. We may not always have the permanent feeling. We may not always have, what we actually want is to have a permanent feeling that Jesus is with us. But this permanency goes hand in hand with trust, with faith. Faith that appropriates his presence. And once that, you know how to handle that, I'm telling you, you will find him faithful in the biggest things and in the smallest things. He's faithful. And because he is faithful, we can be full of faith. When that hit me, it changed me. It changed me. What a mighty God we serve. You have that great, great privilege and honor to be in the full blast of all his blessings. That is true for your business as well, in the name of Jesus. That is true for your children as well, in the name of Jesus. I've been speaking about Jesus. Now let me speak about the Holy Spirit. All right? So Jesus is saying here, and I will pray the Father, and he will give you another helper, that he may abide with you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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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hat really written in the Bible? Yes. It's in our Bible. You see, first of all, I used to think that the Holy Spirit fell on the day of Pentecost because they were all of one accord. They were in perfect unity. And I heard many preachers preach when I was a youngster. They said, this is a precondition for the Holy Spirit to fall. We must be all of one accord.
accord, we must all be in unity. Wow, then we would have to wait another 1,000 years. Until I read this, here Jesus said, and I will pray the Father, and he will give you the Holy Spirit, that he, the Holy Spirit, may abide with you forever. So Jesus didn't say, you pray. He said, I pray. We've got another thing we cannot brag about anymore. It's not our unity, it's not even our prayer. It's the prayer of Jesus. Jesus has prayed for you. And the Father will always answer the prayers of his Son. Say amen. And you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because Jesus has prayed for you. Next thing, he will abide with you forever. Forever. Praise be to God. I call Pentecost the incarn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No, he didn't come like Jesus. He wasn't born in Bethlehem. But when the Holy Spirit fell on the day of Pentecost, he wrapped himself into the bodies of the 120 people and announced his arrival through their throats. The Holy Spirit hasn't come to sit in a beautiful house. We are his temples. He is with us. He goes with us. He works with us. He reveals Jesus through us. It's a perfect arrangement. We could never have thought it up. This is God's wonderful and mighty plan. It's a feature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Old Testament was different. The Holy Spirit came on Samson. But the problem was, he also jumped off again. On, off, on, off, on, off. He just came for certain times, certain periods, for certain things to do. On, off. That is Old Testament. In the New Testament,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The Comforter has come to abide. He has wrapped himself in our bodies and turned our bodies into his temple. A temple is a house of prayer, and the Holy Spirit keeps praying in every temple of his. That's why God's people are praying people. Hallelujah. Spirit jumped on Samson. I've read once or twice the word jump is actually used there. He jumped on and then he jumped off. He jumped. Oh, he wrapped himself in. I like that very much because that reminds me of a spacesuit. Answer is yes and no. No, if he goes the way he is, yes, if he has a space suit. Because a space suit is the replica of Earth's atmosphere. And a
somebody is here who's getting, who lives in the most godless family in America. When Jesus comes to him and the Holy Spirit comes to him, Holy Spirit wraps himself in that person, and when he goes home, he will never ever breathe the breath of hell. It's all what God wants to do, what he has done and what he wants to do. My heart is burning. My heart is burning for Jesus. Every time I take a microphone, I've said that so many times, I only have one burning in my spirit. I want hell empty and heaven full. Amen. Yeah. Amen. 请把灯光打开。Wow. 这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没有让任何东西停止他。他经历了不同的季节，很多的季节。很多次他差点死掉，在尼日利亚，他们说他差一点点，差那么一点点就没命了。然后在很多年前，他被禁止进入那个国家好多年，尼日利亚。最后神让他进入这个国家，再次的通过很多神迹的发生，他们在这个国家。这个有成千上百万的人成千上亿万的人就是真的是得救在这个国家。因为不永康的事工。神的仆人，忠心的仆人，然后基督徒，这也是你的身份，你是基督徒。我们同样作为牧师，作为事工的人，被呼召在神的事工当中服侍的人。我们面对的是真正的挑战，就像布永康那样，就像 Ray Barton， 我们教会的当地的教会的牧师，他也面对一些挑战。Steve Hill 也是面对他自己的挑战，在他的事工当中，甚至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面对这样的挑战，在这些挑战中，我们做什么呢？很多次，问题来到我们面前，我做什么呢？我去哪里呢？我怎么样去前进，怎么样去到前行呢？我们都在这里，在我们生命中。请你再次的把这个十字路教会的这个背景放到上面。没有字的，没有字的，没有字的，就是有一个图片。神给我这样一个名字，给我这个教会这样的名字。现在它还是叫全备福音教会，在这个教会种类的上面 ,denomination 上面。但是它给我一个，我记得Donny Swagger 的在这里的时候，他就是在我的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挑战来到我的心中，有这样一个季节，有一些东西挑战我，神给我这个名字来给这个教会名字，作为当地的一个教会。每一天我们起来，经常我们来到十字路的选择的十字路口，有时候我们要选择一些东西。我们生命中的当生命当中有很多大的十字路，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那一天，这是一个大的十字路。但是圣灵呢会站在其中，他会来指导你。所以这个名字就是从这来的，从圣灵来到我面前，然后给你们这样的一个名字，教会的名字。所以呢，但是耶稣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挑战，作为基督徒，作为牧师，我们不只是牧师，我们也是基督徒，
我们面对同样的挑战，和其他的基督徒差不多。我爱，当布永康说，当耶稣说，我不会离开你，我不会离开你，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事实上，我会差遣圣灵来给你。我这样祷告，我会给你我的声音啊，我的话语。神和我一起，和神一起说的话语，神会带来，在能力中，听见、感觉到，在灵里面，不是只是抓住世界上物质上的可以抓住的所谓的安全感的东西。你和我在一起吗？所以这个十字路口，我们在生命中有很多的十字路口，很多的挑战，在我们回天家和主在一起之前，甚至是在最后呢，布永康他也被挑战，瑞牧师也被挑战，还有 Steve Hill 都被挑战，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没有离开过他们，总是这样，总是和他在一起，他总是和你在一起，每一天，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刻，不管是你感觉到还是感觉不到，他都在那里啊，主他都在那里，耶稣。我说过很多次，也许今天我们的讲道会长一点，我不知道我们讲了多久。有些东西我想要跟你讲。耶稣，我说过很多次这点，他会不管你在哪个地步，他会来你的地步遇见你，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十字路口的选择当中，不管你在任何的十字路口你在把自己是你带到公路上也好，是高速上也好，他会对你说话，他会对你做见证，他会给你方向，他想要祝福你。我讲到是得救和没得救的都有。阿们。不管十字路是怎样的，就你当你仰望他，我们跟基督徒讲话，当你仰望这位主，你的主，你的神，你的供应者，你的源泉，他在那里，他来给你他来就是帮助你来达到这个面对这个挑战，他给你平安，他和你同在。不管你经历什么，不管你多少的眼泪，多少的困境，他会和你同在。我把这个东西放在一起，在今天回到历史上的这些使徒的身上，在我们的这个当中，挑战当中，在我的挑战当中，没有当然我没有讲到每一个具体的挑战的名字，但是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说，神在哪里啊，他在哪里，我们在找他，他在哪里，我感觉不到他。我知道话语中说在头脑中，但是你真的感觉不到他在你的生命中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他好像跑掉了，但是他没有，他的话语中说他在这里。我说这么多就是想要讲，我想要告诉你一些事，告诉你一些事情。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当中，十字路教会是关于季节，关于你的生命中的季节，我生命中的季节，一个旅程再一个旅程，有一个沉重的心，很悲哀，但是是好的。 Steve 牧师要让你们知道，Steve 牧师要向你知道，他觉得他在这个十字路教会的作为牧师的季节已经结束了，他想大家知道，和 Bride 一起，他的家人，他会进入和主的另外一个季节，在圣灵里面，
在圣灵的里面。他们会慢慢的进入下一个施工的阶段，学习生命的阶段。然后这是一个不知道的旅程，这么多年中都是他们不知道，是未知的旅程，明天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和我们在一起。他是为着我们的，他是帮助我们的。这是一条未知的路，在这里的季节，对史蒂夫来说，这是一个好的，非常好的预备的季节，在圣灵的下一个阶段，因为这么多年在事工当中，机会并没有浪费掉，他所进入的机会。在这个季节之后，在下面一个季节他们要进入的，特别是牧师 Steve 牧师，他说也许他会回来，他们不是反对我们的，他们是我知道我们这里是不是有很多事情，没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你知道吗？你想要做更多，你明白吗？在肉体中我非常的就是觉得沮丧，但是在灵里面没有。我们抓住机会，他也抓住机会，我也抓住机会，在这个地方，在圣灵里面可以做工。在灵里面，在圣灵里面，他们也和我们就是同样的站立。也许你可以看见他。如果大卫牧师他来的话，他也会来到这里。我想他今天不在这里吧，很难和 Bridie 他们的家人。在我们大家代表我们大家一起，那这是在网上的现场的，会出去，信息会传出去，我想要作为一个记载。我们感谢 Steve为他在基督教会的所有的侍奉，在这么多年中，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主，他在这么多年当中和 Bridie 一起所付出的。作为教会，作为他弟兄姐妹，作为他的爸爸父亲，我们要接受，这是他们的决定，进入神的另外一个季节。接受这点，不是只是说一说，在做这件事，说这样的话，在我代表我们大家，代表我自己，特别代表我自己，我们接受他们，在他们的转换当中，在他们转换到下一个季节当中，我们是支持他的决定，也在全方面的去全方位的支持他，在下面一个旅程当中，我们用祷告支持他，甚至是在财政上，在这个住宿的地方，作为爸爸，作为他的牧师，
作为教会，我们给他一笔钱，就是是出于爱心的一个捐赠。捐赠，我今天对他说，所以你可以给他10,000块钱，可以帮助他进入下一个阶段。你可以留在教会中无论多久，这是我们可以去帮助他们在这么多年中，在事工当中可以做到的，可以为他们所做的。这是我要今天所给你们所讲的给传达的信息，这是一个悲哀的信息，但是一个季节另外一个季节。如果他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会为他们祷告，作为家人，但是我们还是不管怎么样都会为他们祷告。那天我和 Steve 一起祷告，星期六，神的祝福在他身上，我们都会祷告，为他们生命中下一个阶段。我们要支持他，就是不管神带领他们去哪里，因为神和他们同在，为帮助他们，也不是在抵挡他们，神和他们同在。你们大家不知道，就是他的，因为他的后背有伤，他就不要。他就不能去这个讲道，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因为他没有在工作，然后再拿这个救济，再拿这个工作的赔偿金，所以不能够公开的去讲道，因为会影响他的赔偿金的程序，说如果有什么，如果你们有什么谣言的话，就我就撇清这些谣言，他就是没有讲道是因为这个。他的背也开始好像恢复，也许上一个月吧开始渐渐的恢复到正常，完全的恢复。所以这些呢，我们要给他们恩典和这个空间支持。我们祷告，请站起来来祷告。为了神要做的一切，感谢主，谢谢主，你在这里放置的事工，Steve 牧师和 Bridie， 他在这里支持我们的事工，他们的家庭，我们祷告为 Steve， 你会支持他，你的恩典和他同在，在下面一个作为牧师的季节，他会学习，他会得到支持，他会成长。你会选，你会用它，门会打开，你的恩典会加增，你的同在，你的供应会加增。感谢神，你会给每一个家人，每一个家庭成员，我知道你在那里，因为你没有忘记他们，你没有离开他们，你不会忘记他们，就是丢弃他们，主啊，特别是我们要想看见Steve 在他的事工当中会得到祝福，他会成长，他会学习很多的东西。今天如果他来的话，他就可以上来讲一讲他学习的东西，也许之后会有机会。感谢你，你的手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做这样的简单的祷告，我们相信你会成为他的源泉，你会成为他们的供应，你会成为他们的指导，他们的咨询者、咨询师，他们知道，你也知道，你是永远祝福他们的。感谢主，他们在这里，总是在这里，他们总是在这个事工当中这么多年，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会给他这个，
这个地方就是十字路教会，为这个季节，刚刚过去的季节，也祝福他在下一个季节中用神的奇妙伟大的能力。我们说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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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充满信心，这样的祷告，我充满信心，我是从心底发出的。神不会在他身上停止做工。Amen. Amen. Les 牧师，请你上来，来结束祷告。感谢主，父啊，我们感谢你为今天。为你今天在教导我们的，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季节，我们和你来连接，你在我们所有事情的当中，我们会邀请你来帮助我们今天向左向右，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在生命的所有的方面，你在我们生命所有的事情上，我们会知道你是和我们同在，你永远不会丢弃我们，你永远不会离弃我们，主啊，我们需要知道，在里面，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这样的基础。你总是在那里，在所有的事情上，不管怎么样，你在那里会满足我们的需要。一个季节一个季节，我们知道我们会得胜，在所有的征战中，我们所有的赞美和尊荣都给你。我们会越来越强壮，在你的里面会顺服你。尊荣你的圣名，在我们所有的事上，以耶稣的名义，我们说阿们阿们，赞美主，赞美神，哈利路亚。那我们来开始交通，我们可以到后面去喝咖啡，讲一讲神的事情，和 Steve 一起做过的事情，去形容，去这个感谢主。